嗨，佛光青年，欢迎回家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很久都没有看到彼此了。大家都好吗？五年时间很长，可是因为信仰，我们的距离从未拉远。回忆这几天，你还记得哪些画面呢？现在，邀请佛光青年跟我们一同进入这段回到法身慧命之家，这段了解我是佛的旅程。我看花，花字缤纷；我看树，树字婆娑。人我亦如，除却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相亲相爱，人间永吉祥。我是佛，和我即谁？在昨天的悉达多音乐剧，你感受到什么呢？在每一首人间姻缘的传唱中，你又听到了什么呢？ Peace and happiness for all， 不忘初心，此心悲愿遍布人间。各位青年，是否跟我一样，好像听到星云大师在跟我们说，青年，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？不忘初心，呼吸明灯点亮众生。我们能不能也一起在心中对大师说，大师，我们会不忘信仰，不忘初心，不忘最敬爱的星云大师。